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给大家做视频了。今天是星期五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工作的地方。每天早上呢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叫 PT formation， 每天早上这个时间都应该集合，然后去锻炼。那我们今天锻炼呢，是背着那个一个大包，然后走，然后现在下雨了，就很尴尬。我们现在回来了，我们刚刚总共走了7 mile， 负重45磅，这个靴子不是很舒服，但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听音乐，可以戴耳机，然后路上风景也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回家吃个饭。OK， 今天周六，我们今天打算去附近的城市 Topeka 去游玩一天。我们现在吃早餐。这个就厉害了，鳕鱼，妹做的鳕鱼，日本的榨菜。这个嘎嘣脆，我们现在到了 Topeka 的一个 Sports Center， 它里面有迷你高尔夫，有赛车，Go Kart 赛车。我们涂点防晒霜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 Kansas Topeka， 那么他们说 Topeka 是 Kansas 这个州的首都，那我们等一下是去市区里转一转。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吃
午餐，就是面包夹鸡蛋还有蛋黄酱。Make it thick。这里公干。Yeah。尝一尝樱桃。现在去吃一个他们这里非常著名的快餐，是网上说是必须要尝试的快餐。这他们的菜单，他们这里点单呢都是你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就过来问你想吃什么。我们点了一个Jumbo Cheeseburger， 一个巧克力 shake， 一个 onion rings， 听说这里是挺推荐的，所以我们试一下。Jumbo Burger， 美味。Must。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burger I ever ate. Onion ring， 洋葱圈。嗯，好甜啊。So thick。 嗯。哦。What seat？因为军队生日3天半的假期放出来玩一玩，那以后去可以去别的城市再走一走。